那个肉干怕它吃不，它熬不动哦。它熬得动，因为它又不是很小。它有好大吗？等一下你上去了就知道。你要拿那么多皮吗？火腿肠多拿点儿。要在火腿肠。妈妈想每天去看望他的时候多拿点吃的上去。可以，走嘛。走。妈妈，我。把妹妹牵起，把妹妹牵起，慢慢走。妈妈，我想喂狗狗。你想喂狗狗啊？哦，他们从哪哈儿？他们从哪哈儿坐来的狗狗啊？六八。哦。妹。上车。快，妹妹，快跟着姐姐走。我要跟着姐姐跑。哎，跟着姐姐跑。你看嘛。哇。哇塞，真可爱。啊，小。哇，跟我们家小白一样嘛。这个也是。他嚼不动那个牛肉干了哈，嚼得动。他吃不动。他不吃呀。火腿肠，火腿肠让他吃。吃得动。旁边把火腿肠割开让他吃。那个硬硬的，我都说他嚼不动。来。等下爷爷要把那个皮皮剥开。来。快点，我来剥。别走，快点剥了，喂给他。这个小黑狗好可爱呀。这个小白跟我们小白一样。来。哎。一人一半。咦，你看他好喜欢这块，多喂点，多喂几个给他。你们老，你们会，你们是早发现他们那个头有两个狗狗的。刚才我在上面骑单车自行车，哎，你们忘了吗？刚才我在上面骑单车自行车，我还没从那儿滑下去，就我一下子看那两个小狗狗。然后你都想到在我们屋头拿东西喂喽。嗯。因为我怕它把我挤了，其实我老早都发现的。快点，快点喂，它要吃的，它又。小黑不抢，这儿嘞，这儿嘞，这儿嘞，来，你们干嘛呀？你们干嘛？就喝。小黑，这里。小黑，吃快一点，不然小白就来抢了。哎，我就刚刚想起，小白，小黑，小黑，没事没事，这里还有。过来，小黑。小黑，莫去撞你，别撞下去。妈妈，他们好紧张。哎，火腿肠，快把火腿拿给姐姐剥。嗯，剥来喂给狗狗嘞。我吗？哎。我剥来给狗狗嘞。别吃去哦。他马上就拽好，摸在边边去。跑火了，你来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我们家已经那么多了，养不下了。